everyone, my name is Wen Rui and I'm the leader of Taman Jurong SOP site. Today, we are here to find out how much our elderly know about the recent COVID-19 outbreak. Let's go! 阿嬤，你对新冠型病毒了解多少？我不会这种嘞。就是比如说，你看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，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人都被这个病毒影响到。 哎呀，我们新加坡不用怕，自己啊不要乱跑乱走，哪里都去在家里最好的。嗯，对。那你会不会就是有一点担心，因为这个病毒，然后担心不了的啦，有什么好担心？反正吃我们买一点帮助就好了咯。 有的吃就好，不用囤多多的啦，对，都没有用的，就是不用囤积那么多食物，一个星期的东西有了，多没有，<笑>真的够了，一个星期买一个星期的食物就可以了。那你知不知道新冠型病毒有没有哪些症状？什么症状？就比如说头疼，或者是一些有点像感冒的症状。 就是有这些症状的时候，就必须要去看医生，然后留在家里。不懂，我们没有嘞。我儿子是两年，是有头痛还是有什么，快点看医生。对啊，那你最好没有事就不要出门了，在家了。嗯，比如说发烧啊、咳嗽啊，或者是喉咙痛。 就是比平常还要累，或者是比较喘，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就一定要去看医生。喝水啦，喝多一点啦。嗯。不要太晚睡啊，没有睡。嗯，对。我早上6点起来就不去走。6点起来就去运动。嗯，去走，走1000回来。哦，那挺健康的。 现在有一些人他们就以为怕没有食物，所以他们就买很多。不过其实新加坡有很就是有足够的物资，就是不用担心。那有没有听说最近就是有人高价卖出那些口罩？不懂，有听讲，我们他有来给吗？有人给吗？就是一般比如说口罩，本来顶多就是一个口罩。 1块钱，或者他们生产的价钱远远比他们卖出的价钱低很多。不懂，我的口罩我有，以前好像人家有来给的，有没有？有，没有用，我们收起来咯。现在可以用咯。反正我看医生怎么就要用到嘛。嗯，对。去巴萨什么我就没有用了，看医生就有。嗯。嗯，那你有没有就是采取一些防范措施？ 说是什么？比如说，经常洗手，然后经常有啦。看我们做什么就快点去洗了。我们有那个肥皂水也有那个叫什么？那个hand sanitizer。啊，要来给的，给人家洗清洁那个。嗯。Now that you've heard the elderly and myself talking about COVID-19, do remember the following 5 steps: WAAAV. Wash your hands frequently. Avoid crowded areas. Avoid close contact with people who are sick, avoid touching your face, and visit a doctor and wear a mask if you have flu-like symptoms. Be sure to keep yourself updated with the news and take care of your own health. Thank you!